这样子会不会太抬呀？它是可以渐层的，然后把灯再关掉一下哈，关掉一下再排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来对焦一下，它是有渐层的。然后渐亮渐暗，然后其实是红、蓝、绿在交替。不过相机好像拍不太起来，红蓝绿像水波一样，远点看好不好？看效果会比较明显。然后就拍到这边。